有看到后学的 PPT 吗？有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哦。好，时间到了哈。啊，各位点师啊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来学习导读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公送伦理为政篇第二，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给臣，积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：施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也之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习之以行，明勉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一直问孝，子曰：吾为观子义，子告之曰：子也。孟深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吾为观子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视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有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自以前麻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为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然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九世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夫。子曰：夫以回言终日，不为日矣。退而审其思，弟子以花，回也不已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说哉？人焉说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何以为师矣？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师则罔，师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功夫异端，施害也已。子曰：有匪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多闻却疑，慎言其疑，有寡有，则寡有，多见懈怠，慎行其疑，则寡悔，言寡有，行寡悔，入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乎？孔子对曰：己之错之亡，则民服；己亡错之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敬忠以谏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己善而交，不能则谏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师隐孝夫，为孝友矣，兄弟。师以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鸡无泥，小鸡无叶，何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：殷殷以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殷以引礼，所损亦而可知也。其后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继之，惭也；见利不为，无勇也。
恭送伦理为政篇第二第二遍。子曰：为政以德，必如北辰，积其所而种星拱之。子曰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诗无邪。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五十有吾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一直问相，子曰：无为，观此意。子告之曰：孟生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观此曰：而为。子曰：生视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己之忧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日以前麻，皆能有阳，不敬何以为乎？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然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九世，先生传，真是以为孝夫。子曰：吾以为言终日，不为如仪。退而审其思，弟子以花回也不疑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说哉？人焉说哉？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闭，小人闭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功夫异端，施害也已。子曰：有毁如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多闻却疑，慎言其疑，则寡有；多见却殆，慎行其疑，则寡悔。言寡有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明乎？孔子对曰：己之错之亡，则明乎？己亡错之直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子之何？子曰：民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以善而交不能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斯隐孝夫，为孝友以兄弟，斯以友政，是以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饥无泥，小饥无业，何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：隐因以下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周因以隐礼，所损亦可知也。其后既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惭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青，灵宝齐庐灵山地，免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镇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悟极图，
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慈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学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练如生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慈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朵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魂不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亲眼逢华显神通，舍起照旗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世亲之恶挂甲兵，搭救年人香儿泥，口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替腾空，此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周湖南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里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莲太宝，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倪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王正二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，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。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。业会菩萨，业会菩萨，业会菩萨。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，祈求战争止息。世界和平，
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正慈昭和采纳，正慈昭和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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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天文师德，感谢各位点灯师，各位灵润，各位前贤，今天或许就导读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。谢谢王父灵润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，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父灵润，感恩感恩。晚安，晚安。你肯定要需要清醒的，晚安晚安了，不连着晚安，再见啊，再见再见，感恩哦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餐师慈悲，感恩各位前线，前线们晚安，前线晚安，明天见前线晚安。